板娘，今天与板娘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我把她绑架来一个汤包。对，而且这个站到底是什么站啊？马场站。八七哦。想要看那个咖啡厅，会不会里面其实就都是大叔，然后就只有我们在那边闹？没关系。我们进去，我不敢进去。超恐慌，超恐慌，怎么办啊？好像还是要进去。好，先看啊，我们先收行李，好，然后就 go go。结果这家咖啡厅超chill的，它里面就是一个广场。你有没有觉得里面像中正纪念堂？就是对，可以跑步，就是跑一圈，对，可以打羽毛球的那种。而且地板感觉是不太会跌倒那种，的感觉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户外席，然后 everybody 可以抽烟的那种地方。反正这边很棒，在。马场不是麻将，马场。咖啡姐超可爱的，在往十里的隔壁站。对，往十里五号线的下一站，我非常满意这个地方。而且咖啡也非常好喝，你的好喝吗？很好喝。哎、欸，你的好，而且是很好喝，是很好喝，有的很好喝，好喝。可是冰融很多嘞。哎呀，很好喝的美式冰咖啡，不随便的美式。我今天穿的好冻哦，就是一个哇，现在是雪没有，可是现在很冷，真的超冷，我真的超爆冷的。现在是几度啊？有十度吗？差不多，没有阳光的十度。现在老板要发表感言了，就是我今天真的觉得这家咖啡厅非常的棒，希望大家不要来，因为等一下，好。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它叫什么。然后我真的很自豪，我今天找到这家咖啡厅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。好，刚刚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刚有一个是湖南，对，他可能只是哦，他是洋人，他是洋人，他是一个白人，对。然后非观光区这边就是一个鸟不生蛋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周边是非常丑的建筑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刚刚拍给他看，没饭可以吃。没有啊，刚那边有精肉店啊，反正就是。这边真的很隐秘耶，就是现在是我们的天地，我可能明天还会再来一次。耶嘿，这张，你知道这个才是在韩的真实面貌，韩国的真实样貌，这才是我们的生活，并没有每天吃香喝辣，好吗？我们是辛苦的，吃杯面才是真理。可是杯面真的蛮好吃的，我最喜欢吃金拉面，就是这个东东。可是推荐大家一定要买那个。刚刚他说这是真的很像屎，让我顿时没有胃口了，各位。对不起，是屎。对不起，是屎。大家不要这样了。好走。今天的第一餐，真的我流鼻涕了，快把鼻涕擦掉。真的好冷哦！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吃四碗这个东西，这很像那个现实的冲击。对啊，真的耶！一杯咖啡5000块，可是我这碗面才950。对啊。耶、yeah, ，超好吃的汉堡，超白痴的佩佩。我刚还没有对焦你，有现在对焦了，好吃吗？他的生日餐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阿摩卡朵口味，波猫吗？波猫的洛梨，波猫的洛梨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今天有打扮的波猫，为了白痴的佩佩。
刚弄了录音，所以现在非常等一下，只要等一半天全。耶、yeah. ！你干嘛啦？我可爱的学姐，因为我们大学，哎、欸，我们高中也是同一个，高中跟大学都是。对，然后所以你小我两岁，对，他小我两岁，然后所以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些岁月。我们都是班联会会长，对，我们都是班联会会长，大直高中的，然后再来就变政大，然后反正一起相处了一些时间，然后我也是大概三年没有看到他了。我原本也是想考学姐的系，但是考不上。你又考不上吗？没有，对啊，考不上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们。然后所以后来才读阿语。对。那你阿语，哎、欸，哦，不小心。好，我们不要问这种就是这个问题。反正他就跑来韩国，然后最后的两天，然后就我来穿个韩服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穿韩服，很好看，真的很 Q。耶、yeah, ！等一下要去义善洞逛逛，然后对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明天还会有他出现，还是有我，敬请期待。佩佩，嗨，我是佩佩，又来见偶像了，是不是？偶像在逛街，对，你有一起逛，逛屁逛，好凶，逛什么？耶、欸，等一下要去吃饭，吃完饭就要正式跟建儒说拜拜了。哦、他明天回去？对啊，建儒明天要回去，然后 vlog 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了，嘿嘿，耶。这个我没吃过，没有点过这个，我没有吃过这个，然后结果我叫佩佩点，不是，我之前是看隔壁桌的人好像很好吃，哪里当实验？对，耶，建武的韩国行开心吗？最后一点，开心，下次再来，耶，下次再来，我们要开始吃晚餐了。